我想这里我唯一认识的人是残娟，因为我是残娟的妹妹，我都不认识大家。可是刚刚听了大家这么多故事，发现台湾真的是希望无穷，这么多人这么爱台湾。那我大概自我介绍一下，勉强算起来呢，我算是旅游部落客吧，因为我自己自助旅游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，然后我带我的两个小孩自助旅游有13个年头。那我自己比较一直想要在行销这个亲子旅游，那在国外旅游之后呢，发现最美的地方还是台湾，所以我们现在也开始回头，开始在台湾玩。比较麻烦的是我的小孩现在是25岁跟30岁，所以呢，我就在召集一些朋友，我们自己也是在台湾慢慢的玩，当然没有大家的指导，可能系统性也不是很够。然后我自己最近呢也去世新上了硕专班的硕士论文，也希望 promote 那个亲子旅游这一段。那我自己最近呢也很疯狂的在旅游，那我最近比较迷恋的是那个廉价航空这一段。好，那谢谢大家。